大家好，很多花友啊都非常喜欢蝴蝶兰这种花卉，特别是一些新手花友经常呢会买上几盆回家栽种。但是很多新手花友把蝴蝶兰买回去之后呢，没几天就把蝴蝶兰给养死了。那么罪魁祸首到底是什么呢？很多花友把这个蝴蝶兰买回去之后，有没有发现你们这个蝴蝶兰的话呢，基本上都是用水苔来栽种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新手花友养蝴蝶兰失败的原因了。为什么水苔是他养失败的原因呢？因为水苔的话它有两个特点，首先第一个就是它的保水性非常的好，第二个呢就是水苔可能经常表面已经干了，但是盆土基质里面这个水苔的干湿情况呢我们没有办法把握好。那么就因为这两点的原因，就导致我们平时浇水的话呢没有办法判断什么时候该浇什么时候不该浇，然后呢经常浇水就导致你的蝴蝶兰积水烂根了。所以呢新手花友我就不建议大家用水苔来栽种蝴蝶兰。那么我们用什么栽种比较好？我们这个时候的话呢就建议大家可以用这种植料，也就是用火山石加上松树皮。火山石加松树皮它们的透气性非常的好，而且沥水非常的快，我们一般浇水的话呢很快它就会能够从盆土里面流出去，而且它的保水性能是比较差的。那么我们这样子栽种你的蝴蝶兰之后呢，新手花友就很容易把握好这个浇水的时机。一般的话呢我们把你的盆土表面呢给它拨开，大概呢两三公分处干的，基本上呢它就已经干透了，我们就可以给它浇水了。但是火山石和松树皮我们应该如何拿来栽种这个蝴蝶兰呢？火山石的话大家可以去网上购买一点，或者是去一些花卉市场购买，然后呢我们可以去找一些松树皮，很多地方都有的。然后将这个松树皮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先把它用清水浸泡一到两天。为什么要浸泡呢？因为这个干的松树皮啊它是很难吸水的，我们要先把它浸泡水，让它能够完全吸饱水分的，我们再拿来栽种。然后呢这样栽种之后，我们后期的浇水就很容易把握了。所以呢水苔才是很多新手花友养死这个蝴蝶兰的一个元凶。那么大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最好就是用这种透气性沥水性比较好的植料。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见。